请各位嘉宾记得将您的手机关上静音或关机，还有闹钟记得要关掉，谢谢。第一首曲目 Rose Roy。
各位同学晚安。觉得刚刚的表演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情绪呢，还有分了三个段落。那一开始呢，磅礴的大鼓声呢，其实呢，敲撼着我的心脏，我的血液跟着一起热血奔腾的感觉。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一起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？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社团指导老师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指挥孟老师孟怀慈。那孟老师呢，毕业于台北市私立华冈艺术学校西乐科，主修打击。那他在国立台南大学音乐系主修小号，那也是国立台南大学音乐系硕士在职专班音乐演奏组。他主修是小号，那致力于小号演奏外，也积极于管乐团教学及发展，曾多次带领台南市新兴国中参与全国学生音乐比赛，荣获优等佳绩。那他现在是台南嘉南药理大学，就是我们学校，也是现在我们的嘉药管乐社，那也是新兴国中跟东光国小等学校的社团指导老师。那大家给他一个掌声，谢谢。那现在我们带来今天第二首曲目《Shenandoah》。那这是一首著名的美国民谣，那它是在维吉尼亚州蛮有名的歌曲，那人称为维吉尼亚州的地下州歌，像每个国家有它的国歌，那它是州歌。那在19世纪初，它是一个广泛流行于渡船人家的歌的船歌，就是因为那边有它是一条河 ，Shenandoah 它是一条小溪小河，那这边的船家呢常常会唱着这首歌，那它在。进而就成为那个传颂美国，然后世界知名的美国歌谣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Shenandoah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各位是否感觉到这首歌的慢节奏以及低音部的慢慢的幽声，让你似乎有感觉到那条河流它在慢慢的游，慢慢的慢慢的流，慢慢的流。那长笛的部分是否有让你觉得，就是单独长笛的部分有没有让你觉得，河里面小溪里面的生命的活跃，他们悠游自在的在水里面生活着。这首歌让我很有这种感觉。不知道各位听音乐的习惯是，像现在大家是张开眼睛听呢，还是闭上眼睛听？那像我自己，在听音乐会的时候，或是像我是玩乐团摇滚乐的，我在听音乐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眼睛闭起来的，因为我想要不想看前面的，他们在表演没有错，但是我不想看他们表演，我想认真听他们吹奏，那表现出那音符的感觉。那如果大家可以试着这样做做看。那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。那第三首呢是 Equinox， 那这首 曲目作家是 Ed Hagey， 他是一个美国知名管乐作家，他出生于美国奥克拉荷马州，他在那边成长和受教育，他自幼就展露出了他的音乐天分，并创作各种类型的音乐作品，包括管乐、管弦乐、合唱及室内乐等。他是一个在美国有多产量的作家，他曲子虽然多，但是其实你仔细听，你还可以发现到他在曲子里面有很多跟作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说他在管乐教育上是很有贡献的，因此让我们来欣赏他这个曲目，谢谢。Thank you.
请大家再给我们的同学再一个掌声。那现在是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，15分钟后请各位观众回到座位欣赏下半场的演出，谢谢。